你们哪来的输出啊？你看嘛，是不是没我你们的输出在哪儿嘛？你看，哇塞，我们输出的太好了。他不相信我，他们不相信我，非要自己开团。哎，我要骂人了，我要开骂了，算了，冷静。我是一个非常儒雅温和的人，我不能骂队友。我都没在，大家为什么要开团呢？等我一起啊，等我一起的话咱们一定能拿下团战的，如果你们不等我很容易输的哦。他们说我们千里送人头。什么？我去送人头？我是想去帮他们，没看见吗？我完了，他们打过来了，我去完了，要被翻盘吗？我打下的江山就这么轻而易举要被他们拿下了？不行了，守住守住，兄弟兄弟，守住水晶，水晶一定要守住啊！兄弟，我的天哪！我跟你说，这个守住，守住，家人们，家人们！我的！老子给你！开始撤退！不要关美颜了！啊，我要关美颜了！完了，要凉了！完了，我这关美颜，那不岂不是直播间没人了？不是守住水晶，不是我的队友呢？不是说好不会让我输的吗？完了，我被淹了。我的队友不是说了不会让我输的，不会让我关的吗？你们怎么骗我呀，队友？这队友是演员，哎，这队友绝对是演员。刚刚你知道吗？这我刚刚就排位，然后我的队友他也看直播了，他说不会让你关的，我相信他了。结果最后输了，你说是怎么回事？那绝对是他们有猫腻，我跟你说有猫腻，收钱了，边看我们直播边玩。完了，他们要录屏了，完了要关美颜了。我去，我只是开个玩笑，我以为我会赢，你知道吗？因为我这一直玩王者局，我真的我练了几晚上，我技术越来越好了，你知道吧？好，行，马上啊，行，马上关，等一下，先不着急，不着急啊。先等一下嘛，我马上关，马上，我说关就关，我不是那种说话不算话的人吗？那我这个美颜关到什么时候呢？啊，家人们，大家说关到什么时候？我要开始关美颜喽。哎，那我关到就是赢了才关啊？真的吗？赢了才关吗？不是，我关什么时候？这样吧，我就是我关到下一把开局，好不好？好的。我先直接这样，我们先扫一个号，好吧？不要墨迹。好，来了，我们先抽个福袋吧。虽然我输了，但是咱们可以就给大家送一台平板电脑，好吧？好的。好，输一把，关美颜了，关美颜了。好，大家在口令。我是说过，我是一言既出驷马难追的人，放心啊，大家啊，我不会那个逃票的啊。我们现在先这样，先重新登录一个号。好，我先注销，你们先给我扫个号，我登上来了马上关。来 ，QQ 区 iOS， 然后最好是王者或者是星耀王者都可以，段位越高越好，然后一定要有鲁班啊。因为我鲁班玩的好，鲁班、小乔、妲己，还有那个本小姐加到那个叫什么来着？孙畅仙啊，孙畅仙啊 ，QQ 去啊，来，先扫码，我先登上来，马上关。左上角福袋上面里面是平板的，我就去参与哦。那我是不是要赢一把了才能开美颜了？哎，我去，赢一把再开美颜，我的天哪，这对我来说太难了吧？来扫码，先扫码，我登上来马上关，相信我啦。我不会食言的，这美颜有什么害怕的呀？我关美颜难道会是另外一个人吗？我这人自信还是有的哦。哎，先快点扫码，快点。扫上了吗？我看一下美颜在哪，我准备了啊。我不但关美颜，我还要关了美颜给你们跳一个舞。哇塞！我跟你说，我怕你啊，这个、我怕你们。哇，这个熟悉的前奏。嗯，在。